还行。是啊，太宽了。来呀、啊，老头儿！老头儿干嘛呢？老头儿，一段扣，扎一刀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哎呀，快跑！锤石，他要欧欧欧了！闪现 A， 300块，扎一刀，一段扣。二段科回家，哎，不回家，我们中路蹭个经验。哎，这样我们就不算太亏，我们回上路啊。老头有点小亏，我们不亏。二段扣，三段扣，发，不着急推线啊！扣一连，三段扣，发一刀。鳄鱼指定是学艺了就没 W， 不要害怕啊！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不能打了啊！鳄鱼三级比我们猛太多了，吃点经验差不多了。扣一连。哎呦我的炮车，你大爷，你给我交闪。好的，点盐换闪现，血钻，跟螳螂说一下，这个鳄鱼把闪交了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三段扣，扎一刀，好，他死了，扎 A 链A， 这难道是发条？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没打到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溜了溜了，这就没办法了啊！溜了溜了，快溜快溜，再不溜就来不及了。这波可以打呀，我估计我要是打的话也就打最多打他一个闪现出来，其实也没啥用，这个闪现留着一下我们家中单去打去吧。我回来个老鳄鱼，这波兵线清一清啊，听到这里差不多，留点后排小兵，我们卡一手，打个眼，吃个药。给队友发个信号，我估计这鳄鱼可能去了。
哎呦，这发条要无敌了，可不好办啊！一段扣，二段扣 ，Q E 连链死了，链回来 ，A 一刀，两刀。为了杀他，我们又丢了个炮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赚。谢谢蓝林汉的野大爷，前两天都是我们的生殖器官，现在给我攀亲戚是不是？撕他一层塔皮 ，Q 一连，链二段 Q， 三段 Q。我操！打个眼儿先 ，Q 一连，发，给我来回穿啥呢？死了吗？这不，链儿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，三段 Q。感觉这点盐好像薛微是浪费了一点点，不用点盐应该也能杀。撕他一层塔皮，链儿黑平 A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扣一连，扎一刀，干嘛？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三段扣三，剑魔发话了。再吃他一层塔皮，我们无敌了。这可去不了了啊！那旁边全是人，你知道吧？就即使潘森没来，发条一样也得来，也一样是给人白打，就赶紧跑就完事了。这螳螂应该有点难受啊，他应该老难受了，我感觉给他难受坏了吧。这个鳄鱼现在如果敢交易，我们就直接就杀他，发一刀，二段扣，三段扣。算了，塔下跟他耗血吧，不控线了这波。来人了，我估计。哎，三段扣，扎一刀，隔血战斧平 A，A E A。旁边没有人呢。猜不到啊，这是要干嘛？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扣一连，发一刀接点盐，散架了。哎，
这真就是玩具鳄鱼呀、啊！他有点神志不清了。不服呗？那不服能行？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扣连 A 链，发可解战斧平 A， 一段扣，二段扣 E。把塔拆了，快点拆啊！这个塔得赶快拆，如果不快点拆的话，我们帮不了队友。看看有没有蛤蟆，不知道有没有蓝 buff 啊。好的，鳄鱼挂机了啊，没挂机，把他蟑螂也给他清了，压榨对面的野区，让我们家螳螂好过一点。乱配去了，一过来看看这鳄鱼能不能杀。一段扣链 A， 开大招平 A， 一段扣，二段扣 A， 一刀扣 E， 可血战斧100块，有点便宜。走回家，我再清一波啊！这把我先出九头蛇，九头蛇出完我们把红打了，红打完以后看看上路线收不收，收也可以，不收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收一小波吧，他不一定能走。这是有点神志不清了。花条还没有去拿蓝，我们现在去蓝 buff 找赵信。没人的话我们打，来赵信，可以赵信700块，三二一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不打了，这个位置对我们不是很友好，不打了。我没有皮鞋算了吧。哎，你们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？就是在你 QE 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在你 QE 没有办法去打到里圈
然后在你这个 Q 闪也没有办法打到里圈的时候，这应该怎么办？就是你怎么都没有办法打到里圈的时候，这该怎么办？ Q 闪也不行，这边可以打，来 Q E 打风流链二段 Q A 一下 ，Q E 先杀发条，平 A 一刀，一段 Q 二段 Q E 杀一刀，三段 Q。问问德赛微信啊，不瞒你说没有微信，我觉得德赛不一定能用这微信。你觉得呢？Q 闪也打不到， Q E 也打不到，光 Q 也打不到，那你怎么办？正好这个人就跟就离你就这么一点距离，你扣 E， 你这 E 这么长，他就在这里，啊，他就在这里，啊，我操了，剑魔的 E 还他妈能这样 E 呢？完了，云玩家了，我自己还能调整长短呢，我头一回知道。啊，拿了活刀，原来如此，兄弟们。才知道，我真的才知道啊。这不无敌了吗？我这自己调整长短，我这不无敌了吗？哎呀！赵信怎么回事？去中路找一找这赵信去啊！哎呀，他没打过。嗯，扎一刀链住 ，Q 一连 ，A 一下。二段 Q E 呀，你跟我打兄弟，给我追来 ，Q E 连，扎一刀，扎，我看看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这英雄挺难操作呀。因为它是根据你鼠标来调整的，你知道吧？感觉是很难操作的，直接开大招 ，Q E 连。链住，再 Q E， 这怎么回事？金身 ，Q E， 你过来，能不能有二段 Q 把它扎住，把它定住？天天有这种短信，一百本金不盈利解赔给你，我差你那一百块钱啊 ！Q 一连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链住开大招 Q 闪，哟我操！平 A 可血弹斧 A 一刀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还挺秀。Q 一连 ，A 哟，我碰死了。
我需要一个阵痛和一个蟹手。我现在觉得我能一打五，你们可能不觉得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有点厉害啊！谁把我杀了？德邦总管啊！哎，给个舞台，一 v 五啊，给个舞台，先打个蓝，把这蓝打了，捡吸地。正好十五级，来，舞台交给我，兄弟们，那看看我表演一波啊。一段扣开大招，二段扣和谐，伤害有点高啊，伤害有点高，这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天哪，给我秒了，妈呀！就这我还点了印性呢，你知道吧，我都死了，我都咳血都没咳出来。哎呀，没咳出来血，我跟你们咳血咳出来应该五杀了，这波效果没看出来，挺遗憾的，其实是挺遗憾的，遗憾了啊。再来一波舞台，我就不信了呢，我觉得能一 v 五，再来一波，我再打个蓝，上波不算，这波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波，这波需要个水银，不需要水银。开大招，二段 Q A 一刀，三段 Q A 可解战斧 A E 一段，这鸡巴这哪里那么高？哎，这蓄力怎么这么高啊？哎呀，我操！这我打的，我的妈呀！我这是死亡之舞啊，大哥呀！太痛了，看来有维恩这种英雄就没办法一 v 五，他爆发太高了，他打我六下就给我点没了，两管血，我刚才是两管血，看看人家两个人，我两个人我也能给他们都杀了。他看看人家这都死了，他看不？创造舞台失败，舞台搭建失败。